可能因为疫情防疫的规定的关系哈，家主也说不打算去劳动大家，我这可以理解了。但是我觉得，涂中和会长对我们台南茶联，对台湾的茶界有很多贡献，尤其是在台湾的饮料界来讲，在台湾的饮料来讲，发明、创造、创作珍珠奶茶，它改变了台湾饮料的形态哈。